倪妮现如今公认的女神，她凭借自己独有的特殊气质和外貌特征，让不少人知道了她。不得不说的就是她那双爱笑的眼睛，真的很撩人。小探最近无聊上网，在网上看到几组有关倪妮的活动照片。照片上倪妮留了一头微微卷的秀发，手拿着话筒，一边说着上面，看起来非常的优雅。活动上倪妮上身穿的是一件褐色的吊带裙，照片上倪妮露出性感的锁骨，小探觉得应该都能养小鱼了吧。下身穿的则是一件肉色的紧身裤，但是很尴尬，由于裤子真的太紧，导致倪妮下半身都被勒出了线条。网友称也就看了几十遍，倪妮这条裤子真的非常抢眼，估计连她自己都没有觉察到。话说回来，小探觉得倪妮这身打扮挺有范的，感觉很有味道，但是唯一有点不足的就是上衣设计有点漏洞。小探觉得要是上衣的蕾丝花边能够再稍稍往下一点，把线条遮住，那就避免这样的尴尬了。这是小探正常最喜欢的一张倪妮的照片。倪妮当时正在参加戛纳电影节，倪妮身着一件超身 V 礼服，向大家展现了自己的身材，一手叉着腰，露出甜美的笑容，整体看起来倪妮显得如此的有魅力。倪妮是小探的女神，在前不久又传出了和井柏然分手的消息，最后小探希望倪妮在感情上能有如意吧。以上就是小探为你介绍的内容。关于太尴尬了，倪妮穿紧身裤被勒出线条，网友称也就看了几十遍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留言讨论哦，么么。